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解忧说频道。So， 等一下我要抽的是这个 Level 5的怪物玉，也就是今天9月26号刚刚才冲到了，看有没有那个运势在啊？因为我的大号30抽上啊，没有什么这样好运啊，我觉得。不过也没讲不是不好运啊，就拿到信长 S 咯，有点久了啦，我觉得。不过它应该也是还蛮实用，只是有点迟来了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就来一个单抽 Level 5怪物语。说这次的加成是木星天师，这张我没有。诺亚我已经有了，不希望他不要再来，因为我真的。召喚の輝きよ、神の慈悲よ、世界に届けたまえ。我这张还有打木红。天界の秩序は絶対守らないとこうですわ。还是打那种特别副本都需要很实用。OK 了 ，So 就来这个单抽吧 ，Let's go， 祝我好运。谁？射手。半夜1:04吗？好吗？哎呀，为什么是你？我已经有你了啦，他是收神话，可是我已经有他了。私の鞭と相棒の牙、どっちがお好みだい？可愛いマフラー、編んであげるからね。行くよワイルディ、私らの絆が最強ってところ見せてやろうじゃないか。いい子だ。しっかり英気を養っておくんだよ。可惜呀，可惜呀。怪物异能量，难道过后是会有机会抽到他的？哦，这样保证可以抽到哦。改了这个东西过后。再来个特异转蛋，哎，我按了两抽是吗？帅，这个就当做 extra 给你们看的吧。啊，非洲，没了。OK 啊，各位，我重组吧，不可以乱来。OK， 谢谢大家收看，晚安。欢迎大家收看解忧说频道，又到了 Level 5的怪物玉。So， 那天大号是已经抽了，所以现在就到我的小号，我的小号花体力是会比较慢的，所以延迟了一天才来抽。上次已经解释了，他有的加成，他每次的加成我都是没有抽中过的，所以我觉得是假的。OK， 就直接12:09开始抽。甩 ，shuttle， 不要重复，不要重复就好。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欧布朗。他的进化可以打禁忌之愈9，神话呢？可以打天地灵，这好像进化，上次不能打了，他们讲打9之愈好像很有用。OK 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怪物玉就到这里啦。说会拿到多少？也是死吧。65也是死罢了。OK 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晚安，也祝各位好运，抽蛋好运，给拜拜。